嚣张一些。嗯，是。在赛前都是他叔叔，你看没有？都是唱着，就是唱着他们那个，唱他们歌出场。因为在美国呢，这个搏击运动这个起步比较早，他们这个职业化呀，他们的这个市场开发呀都不一样。你看那时候还开棍呢，上去先开棍。我也不示弱。哦呦呵，这个好玩这个。对，所以说那个时候百姓擂台很好看的，还是蛮有意思啊。但是其实你们不知道，那个打胳膊那一棍打疼了我。疼了。那棍打疼。对呀、啊，万一打伤了怎么办？这马上要上场了。对，所以说表情比较严肃。导演谁设计的？这是谁设计的？表情比较严肃。其实那打胳膊那一棍打疼了。那是。那万一碰着一个一根难开的棍儿呢？当然，这个开棍的时候啊，把这个谁，把这个海燕斯啊，后来我听说也给吓着了。没见过这阵势，没见过，这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。对，你看你的亮相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开场。现在大家，我看看你怎么对付他。这是一场中美的民间功夫的对决，民间对抗赛。那时候心情啊，其实比较高涨的，就是上擂台就是舍我其谁的心态，没错。不管对谁上擂台，都是真的是那种感觉不一样的。是。非常积极，哪怕是对面一个440斤的大胖子。嗯，你看没有，他并不笨，他不笨，没错。他说了，太疼了。哎，现在还能坚持吗？全场沸腾了，功夫小和尚六分高面对刚刚进攻的大卫海斯。我呢，就是因为我知道的，中国传统武术就是一寸长一寸强，是一寸短一寸险。那么他的个子比较高，体重比较大的时候，那我就要采取灵活的方式打法，打两下就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跟他对抗的话呢，肯定是还他力量大一些，有风险。哎，对。那么他的弱点就是呢，就是这个可能没有我更灵活一些。灵活，对。你看那个时候你的那个身体的柔韧性啊，所以说那段时间我要练很大的这个杀伤力，因为我知道他的拳也重，他身体很厚，很厚的时候很难打到他的内力。这个现在我们职业拳台让他这种搏击，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场面的，这只有在百姓擂台才能看到这样的。这个挺好玩的，其实跟我也有挑战。那挑战当然有挑战，因为这个职业里边都是同级别跟同级别打，当然跨级别打的时候，确实有时候很懵懂，是搞不懂到底是怎么打。没错，那时候你看没有，体能比较好，倒了还要鲤鱼打挺，鲤鱼打挺起来。身体素质超级好。可以哈。现在呢，倒了以后呢，就不想起来了。不想起来了。就是用了前面腿，不停的打。现在这个绝霸说：“不行了，你打太重了，打我的脸就打太重了，我已经不行了。”